朱哲，我准备结婚买房，感情还差点，我不会问你借，但我想请你帮我做个担保，你帮我担保个30000块，你看行吗？我借钱的事请别问费雪叔叔。明天9点以后吧。哦，谢谢啊。朱姐，在私人借贷里担保可比借钱要要求了，你借他30000块最多只能有贷息了，对吧？但是担保也不一样，那些惩罚性的利息可是无底洞，防人之心不可。喂，老公，听说成都法律最近准备进婚啊？前两天带女朋友和我一起跟老乡吃了个饭，说是要结婚了，现在还让我们家担保借了300块钱。你给他做担保啊？那当然了，都是老乡，以后总需要你担保的。